今天两大阵营将最终组建完成，领队们是否能选中自己心仪的得力战将，要通过一场篮球对决来决定选人优势。老准了，我们会秒杀你们。艾伦现在不是，我们不会输的，不要浪，不要浪，亚洲第一后卫，浪也可以进，我要跳一段，哇！真的需要选的就是铁牛，铁牛，内线嘛，对，你聊了，我聊了，他说他很善良，我不信他会骗我，我赌一把。接下来将由球员选择阵营。我们今天不能太 peace， 我们平常都太 peace， 今天不一样。我跟你说，就这个环节是最不善良的环节。他是最好的控球后卫，我说不定也选到一样的队员。我们没选他啊、哦？真的吗？对，我没有他的球衣。你一定要跟着心走。那我现在考虑一下。我们送球衣、球鞋，还有演唱会门票，给你买一桶爆米花，陪你搂着你一起看杰伦哥的演唱会。你拿点纸块。我的选择很明确，他要左转。哎呦，哎，往哪边走呢？哎呦，来了，动起来了、哎。没办法，总会有选择的时候。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仅有的都给你。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饿了吗？渴了吗？累了吗？就上饿了吗。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本节目由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清爽过人，随时开秀，随光而变，心动所在。夜拍 MVP OPPO 27 Pro 联合特约，这就是灌篮油，手机天猫官方互动支持。欢迎过来到优酷和浙江卫视为您呈现的这就是灌篮，我是大佐。饿了吗？渴了吗？累了吗？就上饿了吗。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播出。海飞丝无硅油清爽过人，随时开秀。本节目由海飞丝特约播出。随光而变，心动所在。本节目由夜拍 MVP OPPO R17 Pro 拍照手机特约播出。上官方互动 APP 手机天猫，下拉二楼解锁少年独家视频日记。本节目官方用车由积压全场不如高能登场的长安逸动独家提供。上优酷搜索这就是灌篮，为你支持的球员加油，助力他成为冠军球队 MVP， 加入世界顶级篮球训练师梦想训练营。更多加油官方平台请关注 CIBN 酷喵影视、饿了么、海飞丝、长安汽车。第七场的球员，他们分别是杨浩哲、孙一红、陆然，对阵周瑞、叶文浩、孙晨俊。哇，周瑞啊！周瑞的杨浩哲，我喜欢看。周瑞和杨浩哲，我觉得我喜欢看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因为他们在海选的时候给我的印象都挺深刻的。绝杀！我觉得他们俩的对决会很精彩。浩哲是一个我觉得身体素质真的非常好的一个球员，非常喜欢。谢谢。然后我昨天跟周瑞，真的是跟周瑞是聊得最长的。他唱歌了吗？只有他没有唱。哎呦，只有他没有唱歌。两方的队长。来个宣言好了，就一路冠军呗。哎呦，哦，口气不小。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干掉冠军的。哦，干掉冠军是吧？杨浩哲绝对是排名前三的后卫，我觉得能够是跟我有一打，而且可能是一场苦战。希望这个队员呢，不要把这个目光让这个队长给夺走了。希望你们也可以让我们出乎意料，好吗？好，加油。接下来有请红队三组对阵白队七组。
OK， 各位，比赛即将开始，大家准备。红队先发球，周睿走右路面对杨浩哲，周睿给了叶文浩三分的机会。哎，这个球刚上场，手感稍微有点冷，没能命中。孙一红面对周睿，三分。外线孙晨俊，给周睿，给周睿。孙晨俊自己突了吗？啊，明显不能这样突啊！两队稍稍有点紧张。杨浩哲晃开之后三分，三分命中 three point 来自杨浩哲。球交回给周睿，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回应一下呢？连续的变向，后撤步突然出手，选择投篮三分，哎，好球吧，真牛！杨浩哲，看来这个是有战术，双掩护，但是自己没有拉开空间，转身，跳步到内线，太快了！最后一下有点可惜，不过抢了篮板，两分命中。杨浩哲连续贡献五分，杨浩哲转身可以。周睿这边面对孙一红的防守，睿哥再扛一下，然后第三下起最厉害，强行出手打中。杨浩哲掩护之后给到孙一红，依然是掩护，到了，漂不漂亮？这个挺厉害的，这个厉害，他厉害。红队的球权走左路速度非常快，周睿，哎，杜然压着防守突破，这个球被冒掉，周睿不行，我腿不行。哦，崴脚了吧？哎呦，咋了？这就受伤了？确实，在他旋舞之前是有伤的，完全没有想到在落地之后腿就完全不行了，完全是刺痛感，整条腿不听使唤了。周睿出来，孙晨俊速度非常快，造成犯规。And one，一次罚球命中，红队目前领先两分。孙一红这个球，哎呀，自己没有运好，哇，闹急啊。哇，紧张哪儿了？他腰怎么了？我腰挺严重。腰脊柱脱位了，是怎么了？腰闪了。腰就是对抗的，在海选受的伤，上场之后感觉就是强度就上来了，就真的当时起来挺费劲的。但是我就看了一眼那时间，还有一分五十秒，甭管我怎么着，浩哲选我了，我觉得我应该在场上接着打，不能中途退赛。可以打吗？可以打吗？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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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两个兄弟先后摔在地上，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周睿
摇手，摇手，摇手。哦。这边面对孙红的防守，孙晨俊 A3 刚才就这小伙打二加一了，刚才不是吧，刚才是那叶文浩打的那个，对，嘿，他俩体型太像了，嗯，所以带了一个发带嘛，就是知道你认不出来，他们应该把自己打扮再酷一点，我觉得一会儿打扮酷了，你又说这是来打球的。杨浩哲三分，啊，险些投中啊！好的，两分拿到。依然给到外线，出手。很可惜，孙玉红。给到杨浩哲，速度非常快，摇，速度非常快，摇。杨浩哲真快，真厉害啊！弹跳是不错，弹跳挺好。周瑞给到孙晨俊，没能还上一个啊。白队还是给到杨浩哲，哎，喂，脚脚脚脚，这打一个人打得多，肯定失误了。好球，好球！利用对方的失误，两分轻松拿下。没事，没事，真没事。十四秒钟的时间，现在只差三分。这个球偏的稍微有点多，叶文浩、孙晨俊投篮的机会。虽然我真的很想赢，但是无力回天了。没了没了没了，比赛结束，恭喜红队取得比赛的胜利。很难受，心里一晋级是最好的结果，所以第一感觉就是非常遗憾。我觉得能一直坚持真的是值得敬佩的吧。现在完了，你看他的表情，我知道那种感觉特别疼。觉得伤病真的对运动员是一个心理加身体上的摧残。该拼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场上流血，在场上倒下，在场上受伤都可以，就是拼到底玩得起。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很好。我觉得在场上有很多受伤，有很多冲撞，这都是因为毫无保留的去打球而造成的。我谢谢所有刚才帮助我的球员们，然后我想跟我队友杨浩哲跟陆远说声抱歉，我今天发挥确实不好，再加上腰伤，然后没能有好发挥，带大家走到下一路，对不起，抱歉。加油！这场比赛可能。我之前说看点在于两个后卫之间的看点，但是我觉得两个锋线给我更大的惊喜，突破呀，包括投篮，基本功都非常扎实。而且我觉得周瑞今天也很无私，牺牲了一些自己的一部分，我觉得我看到了你给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觉得非常好。不错，
这边我看到你的团队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好，然后陈俊的没想到还蛮准的，而且速度感、爆发力都有。你们都是惊喜，你们三个都是，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赢球，可是你们真的表现得很好，是不是老铁？老铁很棒，老铁不棒，他们棒。对，很棒，恭喜红队。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浩哲，我们觉得你应该到下一轮。我知道你们今天队友一个队友不在，可是你们都打得很认真。我不在乎，当时谁晋级就想把球赢下来，真的。没事没事，我觉得你很棒了，恭喜你，谢谢所有，好，加油。好了，恭喜杨浩哲直接晋级。同时，让我们把掌声给到陆然。今天整场比赛，我在场上只能算是一个看客，基本上没有太多的移动。我拖累了大家，我挺就是内疚的。下面第八场的对阵双方，接下来有请红队二组对阵白队八组。孟翔、李兆天、王晨曦对阵鲁峰、张明钊、边塞远。哎，鲁峰，你觉得谁会赢？可能他们会输。孟翔，我相信你一会儿能够投进三到五个三分球。我对我投篮相当有自信。白队的球权，孟翔。哇，漂不漂亮？鲁峰，走！哦，哎呀，外线王晨曦，速度很快。孟翔的三分，好了，加罚命中，王晨曦出手，三分命中。孟翔有没有？神射手孟翔，鲁峰。哎，忽然空掉，鲁峰，很可惜，运气都稍稍差了一点。对，你看，不行，我感觉就应该进的球都没进。孟翔，那就很稳，一发命中。今天来说，白队的气势包括配合还是要比红队好一些。16-7，那我们就恭喜白队，好不好？恭喜，进入下一轮。今天三位的表现都。稍微差强人意，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好。那就让他们一人投进三分，谁投进呢？谁进？可以。每一个人投一次三分，谁进了就能够留下来。你投进就去下一轮。就是决赛，恭喜张明钊直接晋级。心情不是特别高兴，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我的师兄，这三分也是有一个概率一说的。如果我能继续走下去，也是带着他们两个的梦想一起走。接下来有请红队一组对阵白队九组。东应该是第一个选。他们选的肯定就是最强的，一号就是选到的人全是他想要的人。冯汉普选的是9号，9号选的人几乎就已经没有了。哇，我天哪，这没打头啊！四位老师好，我是郭红印。红印就是在实战的时候第一个灌篮的。对对对，是我。第一个扣篮的要有所鼓励。对，你看我对你是非常有印象的。那你选的这两位都非常的高，为什么选他们两位？因为我觉得马潇奇特别快，他的速度特别快，然后大东非常慢，是不是？大东的力量非常好，我觉得这两个人一结合，我们在一起会打出
更能展现出自己的比赛。你们队长是谁？我，这个队长是我给你的。哎呀，你也挺帅的，而且这个很有说服力。这个汉普其实他也有当艺人的那种特质啊、哦，有这种演员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艺人带艺人。主要是冯汉普他往里面打中怎么打？这场比赛要赢的话很容易，很容易啊。这个比赛其实本来实力就比较悬殊嘛，但是说不定能创造一下奇迹。白的是字啊，红的是球，来准备。白队球，呼。OK， 各位，比赛即将开始。白队球权高嘉博。高嘉博给了右侧，面对大东，速度非常快。冯汉普还是没能投中。高嘉博上来，上来，上来防！那防这么高的呀？大东强硬。哦。冯汉普他这个身形是不是不太占优势啊？我就是想和冯汉普一决高下，我就是想攻他，然后我还想防他。大东你今天可以啊。大东好严肃啊，不可爱了。杀手的表情我喜欢，看你可不可以投进。哎呦，来注意篮板，一次。球，远罚中一，现在红队1-0领先。没事儿，加油！传球，传球！传球，传球！好球，好球！漂亮！哦，可以可以，还不错。高嘉博，拿球打，拿球打，打了。高嘉博撞他，打，突破突破。哎呦，高嘉博。哎，眼神没交流就给了。面对赵学志，郭宏玉原地跳的，防不了，杆太高了。加油加油！我们已经在很努力、很努力的在防了，但是对方的进攻实在是太强势了，我们就基本没有反击的余地。高嘉博将鞋子拉开，来了一个变速之后，炮头没能拿中，被抢断。四位领队是不是有点慌？杰伦哥你很稳呢，一点都不慌。对啊，只有三个比较慌。赵学志找到冯汉普，高嘉博面对大东，打一个，打一个，打一个！哦，放掉！哎呦，防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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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肖奇，哦，哎，没有问题，防高嘉博，攻赵学志，真的是很容易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很简单过的比赛，加油啊白队！
加油加油，白队！给到大东，造成犯规，两罚中一，这边郭宏印造成犯规，好了，两罚中一，别犯规了，别犯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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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犯规。我们也不想犯规，但是真的是没有办法，就是因为对手太强了，不得不犯规才能可能去阻止他们。一罚命中，我天哪，加油加油，白队高嘉博，哦，绝对不可能让你投中啊，冯安普。到了最后面，我们落后了，已经必须有人站出来去冲破红队的压制，才可能去翻盘。高嘉博，三分，三分。楠楠，楠楠，哎，高嘉博抢到篮板，这么兴奋，斗牛哥好神奇啊，什么球能拿得到？嘉博，高嘉博，加油！嘉博。高嘉博，让打打一个，成功掉给内线。哎！他真的是很神奇，神奇小子吗？神奇小子，有意思啊，有意思。红队马娇琪有机会，有机会，给了大东防城这一个有机会，把这个防城。高嘉博，加油，高嘉博，高嘉博，都是帮白队加油，有机会。我们就是要拼他们，创造一个黑酒奇迹。我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战术就是不让他们特别舒服的运球投篮做动作，我们就直接贴在他的左脚底下，然后搏命式防守。大东持球，拍球拍球，白队的球员高嘉博。赵学志，防不空位的机会，哎，给到大东，一分，一分，一分，郭宏印，好球，大伯，好了，赵学志，加油，加油，加油，还有时间。冯哈普，冯哈普，哎！冯哈普他虽然人那么瘦，但是在我给他的强对抗之后，他还能稳稳的去投篮。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还有他的素养还是很高的。哇！哇，很激烈，有意思啊，有意思。Defense。马肖奇造成犯规，罚球两次，罚进一个就稳了。
防不进，防不进，两罚不送。踩线了。罚球踩线，踩线是罚球违例中的一种。罚球时，罚球球人需在罚球线后半人内就位，在五秒钟内用任何方式投篮。若罚球球人在球碰到篮筐前踩到罚球线或罚球线前的地面，就会被吹罚球违例，持球不计分不加罚，算是白忙活一场了喽。踩线了。罚球踩线，第一罚无效。哎，篮板球！哦哦，没问题，抢断成功。白队只落后两分。注意秒数，注意秒数。七秒钟的时间，要投三分！我要干掉所有看不起歌手的球员。喂，哎。很可惜。好的，那这场比赛结束，恭喜红队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场比赛打蛮艰难的，没想到除了冯汉普还有他们一整个队都打得那么顽强，这是我们意料之外的，我很尊敬他们。我们恭喜红队。每一场球我都会被高家博的动力所感染到，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高家博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一是逆袭，二是认真。他的认真的一个态度会打动每一个现场去看他打球的一个人。我觉得你们是本场最佳了，今天最佳的三个球员了，真的没有你们和对方的奉献，这场比赛大家气氛不会这么嗨。老实说，我们刚刚四位也在为你们加油。谢谢谢谢，现在就是投票的时间是吧？我先给这个汉普，刚刚真的是还不错，中间的这个中距离的跳投都还不错，冯汉普啊。我投高家博，我觉得我就投右边的，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很认真的打，然后投进一个三分球。我想选择。我想选择冯汉普，冯汉普。他的技术包括他的发挥，我觉得都不错，都挺好的。综合考虑，综合能力，我觉得他应该去值得去晋级下一轮。恭喜你！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虽然输球了，但是能跟这么多很棒的篮球手同场竞技，非常的开心。我想谢谢这个节目组能给我们这些草根篮球，我们这些业余爱好者这样的一个机会，让我们有创造奇迹的可能。打篮球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儿。欢迎来到海飞丝天猫超级品牌日三分球开秀时刻。经过之前的比赛，已产生39位晋级球员。之前没有完成组队的三位球员刘志问、杨宇、董康潮，你们将进行三分球加赛。五个三分投篮点，每个投篮点三次投篮机会。
每个位置得分，你将获得一瓶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完成投篮点最多的一位拥有 PK 机会，可争取最后一个晋级全国四十强的名额。挑战开始。第一个点，挑战失败。刘志问，最后的成绩是三瓶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第二位挑战者杨宇，幅度太低了。最终杨宇的成绩是四瓶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掌声给到董康潮，第三位挑战者。领队挑出的一名落选球员进行一v一对决，就你了，韩叔哥，争夺最后一个四十强席位。打几分？七分，七分，打七分，对。恭喜韩曙光晋级全国四十强，恭喜这就是灌篮全国四十强正式诞生，我们下个赛段见。哎，今儿咱第一次合作，一块儿拍张照呗。行了，曹操帮我们照张相。行啊，来了啊，走起。怎么样？这好帅啊，这夜拍真不错。开玩笑，你不看什么手机？斗到底接篮三 v 三正在全国十四个城市火热开赛，想要参与的话，快上天猫搜索“天猫活力营”，一起斗到底。也首先欢迎，这就是灌篮全国四十强。今天两组领队将亲自下场比赛，争夺组建阵营的优势。这是一场令全世界球迷疯狂关注的超级球赛。Are you ready？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声，有请 J Team 周杰伦、林书豪。
不错哦。为什么叫 J Team 呢？因为 Jeremy J 啊，我们 J Team 啊，都有 J 的。接下来，龙骑士李易峰、郭艾伦。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吧。问我名字的时候，我在看骑士队的比赛，那就刚好可以结合起来。走，欢迎四位领队。今天两大阵营将最终组建完成，经过前期的比赛和考核，领队们是否能选中自己心仪的得力战将，而现场40名球员们又是否能如愿以偿进入到期盼的阵营呢？为了获取选人的优势，领队们首先要完成一场篮球的对决。本轮比赛，领队分成两组进行投篮接力赛。周杰伦、李易峰先进行5个2分和3个3分，一共8个投篮点的比拼。林书豪、郭艾伦需要进行7个3分点和1个中线投球，一共8个投篮点的比拼，进球才可以出发到下一个点进行投篮。未进球，球权交给对方。最先完成16个投篮点的阵营获胜。落败组差几个球就少几个预选球员名额。好，那就是让李易峰第二个先投，然后第二个。首先上场对阵的是周杰伦、李易峰。哎，继续。接下来周董的机会，慢慢来。哎呦，不错，来了来了。哎，没问题，来到罚球点位。完了，其实我得很厉害的。我觉得周杰伦就是投篮投得很准，他真的是打得很不错。我的本能是什么？最后一球绝杀球的时候，我连看都不看，我很有自信的投进走掉，然后享受那个掌声。加油，峰哥！加油，峰哥！来了，峰哥！加油，峰哥！峰哥用腿用力。好的，来了，来到中间的罚球位置，漂亮，干净利落。两位都来到第5个点位，好激烈啊！我玩游戏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一个人，啊，我希望我能赢。帅啊！峰哥蹲腿，峰哥腿用劲儿。哎呀！我特别受到打击的是坐在后边的球员说，峰哥峰哥你腿得用劲儿，腿得用劲儿，这个话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呢？啊，可能是真的是很久没有系统的打啊，所以就那感觉找的不是特准。加油，杰伦，杰伦哥，打板打板。两位齐头并进。
点位。哦，可以啊！属于你的最后一个点位。OK， 继续。龙哥，你需要先帮助黎峰峰哥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两个点位。艾伦哥的第一投，没有问题，太轻松了，底线的三分点位。亚洲第一后卫，哎，完成，你需要再完成一遍，开始你自己的顺序。啊，哦啊，哦，很可惜，林书豪，哎，真准，这是真准。哦，轻松愉快，踩线了，峰哥踩线了，没有踩下，你看，没有，哦，哦，连中六球，哦，这边来到最后一个点位。完了，心态崩了，艾伦心态崩了。我们不会输的。艾伦，来了，艾伦。亚洲第一后卫。哎，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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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感来了。加油！我要跳一段，简单简单，不要浪，不要浪，浪也可以进，浪也可以进。哎，没问题，至关重要的一眼了。最后点位，这 T 对阵龙骑士，加油，加油！他没有，我觉得豪哥没有投篮机会了，我这一次结束了。再见。哇，没踩线吗？裁判，你过来，裁判，你在这。来了。哦。艾伦。哇哦，这么正，这么直。徐航，徐航。J Team 获胜。
现在请四位明星领队回到更衣室，所有球员原地等待，我们将发布阵营组建规则。现在40名晋级球员中，只有32名可以进入领队阵营。请领队在更衣室商讨，将自己预选球员的球衣挂在更衣室，之后球员反选阵营。若双向匹配成功，球员进入该领队阵营；反之，该球员待定，等待最后的领队补选。最终，未被选上的8名球员淘汰。球员选择过程中，两组领队拥有4次与球员通话的机会。当时我真的压力特别大，就从来没有过，从打球到现在没有自信，因为确实我这2场打的真的是不尽人意。我是对我自己实力的肯定有信心，先不说怎么我的身材走进去就足够吸引他们。那我们就把昨天跟我聊过天的跟你聊过天的，然后我们先把最强的人觉得把他选出来，咱把咱们因为最喜欢的，然后跟咱们最聊得来的，先最稳的。我看一个球员的话，首先第一点你要态度要好，然后你要去真正的去热爱。表现呢，我可能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真的需要选的就是，内线嘛。对，我们就放在这里。对了，你来我的球队。就是要当杀手，我们只有一个目标，赢球。怎么人都不见了、啊、还是长得不像啊？你聊了，我聊了，他说他很善良，我不信他会骗我，我赌一把。我们已经选择了他们，他们选不选择我们就是那是他们的事情。现在我们就像身处于那个电影里头一样，到处是玄机，到处是反转。现在两组领队都已预选好各自心仪的球员，接下来将由球员选择阵营。好，我们今天不能太 peace， 我们平常都太 peace， 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们说不定有选到一样的队员。那你觉得一样的队员会去你们那还是这样子？我觉得，比如说铁牛好了，有没有选？铁牛我们好像保密、啊、张宁有没有？张宁是哪位啊？但是我们觉得应该选的会来我们这儿了。哦，为什么？什么原因？我们确认过眼神了。确认过眼神。如果他们加我们队，我们可以送，我会送球衣，然后也可以，他们也可以去你家住2天。没有这个东西，开玩笑。杰龙哥，我马上把衣服脱了，换队员服，换选手服，我要参加你那个。刚来这，我们别三个。艾伦，我要把椅子给你搬过去。哎，第一个是不是要来了？是不是？接下来有请第一位球员，被誉为砍分直升机的杨浩哲。他是可能是最好的控球后卫。想打电话吗？以他现在这个走路的方式，心里应该是决定好了。对，杨浩哲，请在电话前等待。作为第一个上去的，就感觉比较慌吧，然后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也比较激动，比较激动。我觉得如果去了他们那边，一定是我们这边信号不好。把咱们因为最喜欢的，然后跟咱们最聊得来的，先把又强又稳。对，我觉得杨浩哲会来。杨浩哲会来，你就把他拿下。我觉得他身体素质什么的都很棒。对啊，他打得不错。这些球员应该大部分都是我们的人。对，我觉得希望是这样，因为我刚刚这个确认过眼神啊。OK， 我刚刚看他们觉得选我。嗯嗯，我们一定要选他。好。然后浩哲，对，浩哲应该需要，是吧？对。他在犹豫吗？在等电话。面前的手机没有响，然后心里很忐忑，我不知道自己会去哪个队。
你想打电话决定啊？快，快决定啊！制造什么悬念了？真的是，他还来一个悬念。杨浩哲，请做出你的选择。好，来了。哎，往哪边走呢？哎嘿。他会选你们，我看他往你们那边走了。我觉得他们会，你看呢？哇，哇，峰哥，你使用什么魔力了？怎么回事？我也不敢相信啊！眼神，你知道？我觉得他都已经往你们那边走了，怎么回事？因为在第一轮的时候，我选择了李易峰那个凌云的球衣“不忘初心”这四个字，然后就选还是选择了李易峰和怪伦这个战队。很激动，因为觉得踏实了，这下很踏实了。你鼓掌了，给他鼓掌，很棒。我们现在去把他的球衣，把他球衣换掉还来得及吧？来不及，反正他的名字后面插上。你跟他聊天怎么聊的什么？我没有很浪费时间，我没有很认真聊。我没有很认真聊。哇哇，龙骑士。接下来有请被誉为球场弹幕机的杨正。进之前我觉得还有点紧张，也不能说紧张吧，就觉得挺刺激的。对，但是我没有很紧张，我就一点点，特别小一点点。杨正，我觉得杨正肯定是同样的发型、啊、J-Team， 对啊，同样的发型，虽然说没你的酷。你是因为看到他这个发型才给他看舒豪哥的照片，然后就按着这个造型做、oh, OK， 好榜样，帅是吧？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答应他说他会来，可是我们看你是比较高，很会得分，然后可以是三分球，可以是 mid range， 可以是上篮，所以如果到最后有机会，希望我们可以是同样一个队。他是北京爷们儿，北京爷们儿肯定是说话算话的。可是我以为第一个也会是我们的。但是说实话，浩哥，我们没选他。真的？对，我没有他的球衣。我的选择很明确，比如你看我行动就知道了。如果他不选我，我会扎心。好，来了，动起来了。哎呦！嗯，我们组队了，我们也对啊，对，哇，好。耶耶耶！没有特别激动，在我意料之中，就应该会这样。对。啊！嗷！嗷！接下来有请被誉为一号特工的彦旭。我很喜欢彦旭，因为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球员，他就是防守防得非常非常好。你是这场我最喜欢看的比赛 ，I mean 的球员。谢谢老师，谢谢老师。所以我想救他，我给他我的球衣，所以我希望到最后他会选我的队。加油加油！好，彦旭，他是我以前的队友了，小的时候的队友了。彦旭，请做出你的选择。
他看到那边，他得去那边。哎，看到这边。还要左转。作为曾经的队友和弟弟，我会挺艾伦到底。哎呦呦呦！我啊！是名字，名字在哪？哦，是没有我的名字是吗 ？OK。尴尬了，尴尬了，尴尬了。燕旭呢？他是我以前的队友，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也未必会来，因为是豪哥给他的球衣。你觉得他会来找我吗？这种时候真的不舒服，你不要的。别人不，别人没事，就燕旭那个。哎，不哭。他是我小时候队友，你知道吗？不哭了。他是我小时候队友，咱们在一起训过两年，训练过两年，不舒服。嗯，像小学同学一样。好，我给他球衣，还会选在那边，然后我就没把球衣摆在我的更衣室里。当时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他，有点。他不停的在那念说：“我一定，峰哥，我。”出去我就把球衣再给他行不？我说行，我说你别想其他的了，我说你专注，我们还得有好多的球员要抢。他应该是我们的队。我两个最喜欢的球员啊，燕迅。燕迅，哦，哦，把他的位置都。这是控球后卫。哦，你把位置都想好了。对，不错。很可惜，我很尊重你的想法，你的决定。不管这个节目你打得好不好，我还是很喜欢你的打法，我还是很尊重你，我就是他的粉丝。接下来有请钟显超入场。博赛林书豪加油。26耐力大风车获胜的球员，佛山林书豪钟显超。钟显超就不用说了，钟显超，对对对，这个我佛山林书豪肯定会去他们的。开心，我觉得他会知道你会选他的。对啊，我一直跟他讲我会，他说他。下一位，有请周瑞。周瑞，我跟他聊的天啊，他聊的，应该是你，我觉得是，对，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我们这边的。我的名字在哪里？哦，哇，可以，哇，哎呦，太有力了 ！Yes, yes, yeah, yeah， 周瑞。卖 T 恤要。接下来有请被誉为北大得分机器的张宁。我觉得应该凭我个人能力啊，我觉得我应该值得得到我想要的这件球衣。张宁应该都是两队非常想争取的队员，那有这样的球员其实我们会比较轻松一点。真的需要选的就是张宁吧。张宁，对， PK 的功力又是挺好的。对对，单挑又强。如果你给他很好的队友，他会配合得很好。 对， 对，他你聊过？对。你觉得没问题哈？我觉得他已经承诺了，他说他很善良，他不会骗我。我觉得他不会骗我。
他从一开始表现技术我们都看好的，他在我们队的获胜几率比较大。胜利接雷，这等你啊。哎，中间位置让给你 C 位出道。黄的好看，张宁。大家也都在说有可能我是双向选择，包括之前豪哥跟周董、峰哥和艾伦哥都说有可能想要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想好。张宁是吧？哎，是我。我怎么有这个流程？导师的话不能随便听。张宁是吧？想看演唱会吗？喂，别这样啊！没有，有我们打的。哦，我们送球衣、球鞋，还有演唱会门票，好不好？哇，别这样啊！而且你也知道的，你自己心里谁先发球衣给你？谁先发球衣给你的？我们做人不能忘恩负义啊！哇，太坏了。对，等一下啊，林书豪要跟你讲。这么扎心吗？我只是想说，你就是记得谁先送你的球衣，然后我觉得老铁跟峰哥他们没送，因为他们就是可能觉得没有什么觉得。哎呦，豪哥不善良，居然给我们。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不跟我同意想送球衣给你。然后我会带我训练师来，跟你练球，就是我觉得我可以帮了你很多。OK， 豪哥，最后一个问题，豪哥，如果我会成为你们队的队员，你希望我在接下来的队伍当中扮演什么角色？我其实并不太在意咱们四位领队说能给我什么，我最看重一个问题就是希望我做什么。那就是扮演什么角色？扮怎么什么意思？扮演什么角色？你们懂吗？就是如果我来到了咱们战队，就是想让我做些什么？我们不懂，我们不懂。哦，我觉得你是非常重要，因为我觉得你是我们第一个选择。你可以运球，你也可以挡拆，你也可以是在外线，所以我觉得三个地方都可以打的地方。哦 ，OK， 不用那么多压力，好玩的，好玩的选，没关系。你先来吧，我先说你压轴。好，谢谢豪哥，谢谢周总。因为豪哥第一个送我的球衣嘛，所以他说让我不要做一个不忘初心，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的时候，我的内心防线是有点要崩溃的。这该我们打。哇，你打视频呢？哇哦。其实我觉得我也应该是那个被两边争取的。喂，你知道我是谁吗？是峰哥吗？不是，你叫我风仔就行了，不用那么叫小风就行。不，风哥，你说我为什么选你是有一个东西打动了我。嗯，就是你在第一场的时候你觉得自己打得不够好，然后你要等到下一次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你配得上拿这个球衣。我不希望以我这种表现拿到这个球衣。我当年在参加一个比赛的时候，我的嗓子就感冒了，就发炎了，根本唱不出来，然后我也去打了封闭，所以我就说你们还是把票给他们吧。后来他们投票的人都来说抱歉抱歉抱歉，我说没有什么抱歉的，我没有这个能力拿到这个球衣，我觉得我就不配，所以我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证明我有这个实力拿，我才要。所以我就想去跟你分享一下我的这个故事，因为我觉得我们俩是很相同的，我觉得我们俩会玩得非常的开心。然后呢，
我让那个国家队的那个小郭，你知道小郭吧？我让小郭跟你说一下啊，小郭，你来接一下电话。喂喂，您是您哥吗？我是秘书小郭。杰伦哥，刚才杰伦哥已经说了，说要带你去看演唱会。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吸引人的事，所以说他这句话肯定会打动你。所以说我决定了，我和峰哥一起去陪你，搂着你一起看杰伦哥的演唱会。我觉得这样会更温暖，会更温暖你的心，而且我还会给你买一桶爆米花。如果你想喝矿泉水的话，我去给你去买。你觉得这样做的话，是不是我们看得更开心一些？打这么久，我感觉他好像聊感情一样。你听我说，张宁，我知道你以前是辽宁青年队的。我一直没说这个事，但是我知道，我一直藏在心里，没好意思跟你表白，宁哥。刚才豪哥说了，给你去训练，然后带你去训练，给你一些很专业的训练知识。我可能做的没有他们那么好，但是我可以把我的所有的仅有的都给你。然后我就在中国，你随时随地我们在一起可以打球，可以练球。我能说到的也就这些。杰伦哥和豪哥真的特别喜欢你，但是我们两个也特别喜欢你，所以说才能跟你磨叽这么久。然后你自己决定吧。好嘞，好嘞。我觉得你讲的真的很有诚意，我都想去你那边。对呀、啊。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四位领队能为了选择我下邓这么大的那个承诺。我觉得我做出那些努力，我觉得挺值得，因为来这里的所有球员都是想得到四位领队和大家的认可。这里不用想了，不用想了，来吧，不用说了。哇！没办法，就是总会有选择的时候。记得谁先送你的球衣，随时随地我们在一起可以打球。就这样吧。艾伦哥他最打动我，其实就是他以他职业篮球运动员给我的经验，就是如果我来到了咱们战队，就是想让我做些什么。我想让你说些什么？我想让你做你自己啊。要做自己本能做的事，这个是确实真正打动我。这个没话，这没话说。你都怎么买爆米花来看演唱会？哇，我都没办法了。Hey man， 你的想法非常正确。张宁是97年的，是吗？除了长得有点着急，没有任何的毛病。他来就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我们赢的机会会非常非常的大。有请下一位球员张晨鑫。张晨鑫，你没有选吗？你等，你等等看，你等一下，等一下就知道了。哎呦！哇，这样子走，哎呦！可以唱歌吗？不会让粉丝失望的。你就是海滩下的那乌克丽丽。唱歌的时候又没有那么阳刚了、哦。唐日辉，可以，他知道峰哥喜欢的。可以，还有他心里有数。乒乓第一在心中，从不变卦。我在这里给0731打个电话，编一段绕口令。我什么都不懂，我也没听懂。叶文浩，不会让你们两个失望，不会让你们两个失望的。可以，
凤博龙。哦，就是你，他会选我，因为他知道我会选他。嗯。马萧琪，恭喜你们，恭喜你们，皆大欢喜。汪真婷。Yeah. I knew it. 杨鑫。谢谢杰伦哥和苏豪哥的信任，我一定会带着我们山区的孩子的梦想继续下去。代表山区的孩子，我也很喜欢他的故事。西西。他以前有些经历我看见过，我觉得他以前打得挺好的，然后我决定给他一次机会，然后结果第二轮他就直接就第一，他就进去了。一进来我就说我选的他，不管是最后我待定也好，怎么也好，我都只会选这一对。谢谢你说的太好了。陈以信。至此 ，G7 已经成功匹配八人，龙骑士成功匹配六人。接下来有请被誉为独行侠的平常心。他肯定要有球衣的，他肯定会有的。他是属于真的只一打一的，他只能一打一。有可能他来我们这边，因为是我跟他面试。平常心的技巧应该会比较好，感觉挺不错的。他的技巧非常非常高，我看他一分钟就可以看出来他很会打篮球，速度很快，技术很全面。平常心，请做出你的选择。我觉得他会来我们。郭艾伦和李易峰这边，因为是李易峰找我谈的话，他肯定要有球衣的。我当时希望他是过来啊，不能去防他。他可能选错球员了，我觉得。我也觉得选错了，对吧？没发现咱们四个国导选的都不是很花的那种，都很实战型的。这个就是没有的意思。哎，平常心，对不起，选人真的很难的，我觉得。因为到了后面，大家的实力都很强了，嗯，不太容易出现说打不开局面的时候就一打一了。对，我觉得平常心可能他不喜欢投篮，三对三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弱。嗯。现在的心情怎么样？还行，还好吧。但是肯定有点失望了。这个是要是有的话是什么样？名字是翻过来的。哦，有点可惜吧，但是也是情理之中，因为我感觉我实力也打三对三确实不如他们晋级的实力强。他们导师也是想让自己的队伍赢，也不是就说你个人实力或者说什么，他想要的是自己队里缺少什么样的球员，然后他自己选。接下来有请被誉为内线大力神的铁牛。牛牛
来吧，来吧，来吧，在这边。他就是走到哪儿都是我们的目光的焦点。嗯，铁牛那个身材很魁梧，谁见的话都很怕。先不说怎么，我这身材走进去就足够吸引他们。铁牛，先打电话，来，赶快，杰伦哥一下爆发。我们先打电话。铁牛嘛，从比赛开始来讲，我觉得他罚球很准。那篮底下，你看大家都拿他没辙。我现在还没有想到谁可以跟他打，所以他如果去到别队，我也觉得挺麻烦的。我们先打电话。强了，他们老先，打电话，我们应该后打的，话应该后打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当作没听到。电话马上响起了，你看。已经打来了吗？这么着急的吗？对电话温柔一点。喂。视频。我以为是视频通话。不是视频通话。我以为是视频通话。我是杰伦领队。哦，我知道。我跟你讲，我是第一个。赶快抢，跟他们打了一架，把电话抢走了。打一架。我跟你讲啊，希望你是这个发自内心的选择你的领队。书豪再跟你讲完，后来谁再打电话来，就不要再接了。哎，讲真的，讲真的。哎，铁牛，豪哥，对，你好，你好。就是我们四个领队都可以听到你说的话，所以你可不可以解释我们谈的时候，你最后会加哪一个队？你的回答是什么？大声的说出来。你大声的说出来。啥？如果是周杰伦跟李易峰，你会选谁的球衣？当然是周杰伦。真的吗？是你女朋友会生气？她生气是她生气的关系。如果铁牛再不选我们。我可能就会哭一个晚上，我不知道。他说是他女朋友说他需要选李易峰，所以他选了峰哥。如果他第二次又说谎，我一定会跟他面对，问他为什么你一直这样子。那我现在考虑一下。OK， 好。希望你可以加盟我们的队。好，好的。他说了，他要去粉丝。没有，咱们还有一个，咱们还可以争取的。你能不能把他说出来？我们要挂了再打吗？要再打吗？铁牛的优势太大了，他的身体在内线的优势，太明显了。非常希望他后面能够来到跟郭艾伦的球队。来个视频，来个视频对吧？对呀、啊，你来个视频。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不要接。怎么不接？来电话都不接。峰哥，哇，这么帅，这谁？你这个脸太小了，你知道吗？峰哥，我谢谢你给我球衣，你也太挺我了。你等一下啊，这样我看着你我害怕，我心里觉得你这么说让我心里很不踏实，我换语音打给你。好 ,OK。我觉得我知道，从你们刚才的在谈的内容我都听到了，我觉得你是有一颗粉色的心。粉色的心没错。粉色的心对。不过就是其实我昨天想很多，就是怎么跟你说，就是你真的很挺我，你就。跟我对过眼神很多次，其实我真的很想学你，不过就是，怎么说，心里其实很难过。我也很难过。谁？开心吗？啊，喝杯咖啡好。要不要喝一下？以你为核心去匹配到很多的，有传球的，有三分的，你可以。
我是特别的特别的喜欢你。好了，时间差不多了，特别的喜欢你。然后你考虑一下好吗？你哎，别哭，峰哥，哎，拿点纸，哎，工作人员，请拿点纸，拿点纸，快，我先擦一下，你先擦一下。就每次用这一招，你说对。哎，铁牛，喂，啊，峰哥，Hello， 就他们三个已经都说完表态了，你一定要跟着心走，然后不要就说被我们所感动还是什么。啊，所以说我觉得我就支持你，然后但是有一招，有一点我们四个都非常喜欢你，而且你在这个节目从开始到现在的表现都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善良。你真的再考虑一下，你别跟着心走，别跟着心走，你考虑一下。他没哭了。峰哥，你先擦一擦，你擦一擦眼泪。但是我跟你说，峰哥刚才真的就眼泪都已经掉下来了，就所以说，我觉得你再考虑考虑吧，天宁啊，我先安抚一下峰哥，然后先挂了。好了。哦，那我现在考虑一下。完了，打感情牌了那边，牛牛留不住了。哥，左边，牛哥，陈哥，跟着心走。哎，牛哥，不要想。右边。右边，右。我觉得这种类型的球员在篮下，他首先是一个威胁。他不管和谁对位的话，防守他的人都会非常困难。要一个队伍中有这样的球员的话，对外线来说也是好事，他能更多给外线创造机会。右。彦旭，你刚才那个三分太准了，常规操作，啊、这什么呀？咱别比这三分三啊！敢不敢去天猫二楼比比人气高啊？上了，看看啊，哟，怎么样？真输了，别废话了，蹲去吧。Hello， 你来了。他们在干嘛呢？挨罚呢，没看见？他们不是赢了比赛了吗？比赛赢了，天猫二楼输了呀。要不咱俩比一下？来吧。真的假的？你二楼什么情况啊？哎呦，输了，这怎么输了？来吧，哥们儿。这里有一份灌篮少年发送给你的悄悄话，打开手机天猫 APP 下拉二楼，为灌篮少年注入能量，每周解锁少年独家视频日记，做少年经理人，集卡为少年赢高光时刻，每天来天猫二楼与你的篮球偶像一起正能量。饿了吗？渴了吗？累了吗？就上饿了吗，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本节目由海飞丝无硅油洗发水清爽过人，随时开秀，随光而变，心动所在。夜拍 MVP OPPO 27 Pro 联合特约。饿了吗？渴了吗？累了吗？就上饿了吗。本节目由饿了吗独家冠名播出。上天猫超级品牌日买海飞丝，随时开秀。本节目由海飞丝特约播出。随光而变，心动所在。本节目由夜拍 MVP OPPO 27 Pro 拍照手机特约播出。上官方互动 APP 手机天猫下拉二楼解锁少年独家视频日记。本节目官方用车由积压全场不如高能登场的长安逸动独家提供。梦想开球林子的变相三分 Go basketball， 去把握现在。Go basketball， 永远不会懈怠。Go basketball。因为这是我的态度。 Go basketba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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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ketball， 去把握现在。 Go basketball， 你永远不会懈怠。 Go basketball， 因为这是我的态度。 Go basketball，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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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EAM。
Greed， 去洒下汗水换回 MVP， 不用解释太多，你明白我的意思，演变成他们口中的不可思议。每周六晚22点，锁定浙江卫视中国蓝，观看《这就是灌篮》节目精彩直播。节目首席音乐合作平台虾米音乐，登录电流 APP 和人气球员花式合拍小视频节目独家衍生品合作授权阿里云。感谢官方战略合作平台微博，重点合作伙伴微博篮球。感谢新浪娱乐、新浪娱乐客户端、网易娱乐、网易娱乐客户端、凤凰网娱乐、光明网、Zarka、QQ 看点、虎扑、美图秀秀、作业帮一刻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几次打，我们再打。啊，他是特别明显，微博综艺、微博故事。只有我们队会再打电话了，他们不会再打了。大东，东哥，你跟铁牛队对，你千万不要打不过他就加入他，你得来我们这跟他对抗，不要学杜兰特。Oh my god！ 恭喜 J Team 和龙骑士全员匹配成功。哎，我现在有东西了。以为要吃饭了，结果有任务了。上微博首页上方点击我的男朋友，或搜索这就是灌篮话题页，进入微博故事挑战专区，点击拍同款分享你或你的男朋友球场男友的精彩灌篮时刻，就有机会赢明星同款好礼。两队将轮流作为主场和对方展开3v3对决，请注意主场球队可以自行制定一条特殊赛规，现在请你们自行决定谁成为第一个主场的球队。我们用游戏来分胜负，好吧？什么样的游戏？比如说，我说鼻子鼻子耳朵，你们就不能耳朵，你们要别不同的部位，一样就输了。一样就输了。鼻子鼻子下巴，下巴。我哦，完事儿了，完事儿了。这个假动作。所以第一个主场，我们来。欢迎来到这就是灌篮的比赛现场。我是我们 J Team 的球队女经理张曼媛。大家好，我是龙骑士阵营的球队经理陈意涵。接下来我们将协助阵营球队监督大家的训练生活。有请陶喆、张韶涵两位重要发起人，可以说一下最开始接到的任务是什么？我们要，不会鹿晗回来了吧？这世界很酷。